哎，你们知不知道蹭台费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不是咋的，咱有必要蹭台费吗？不是我跟你们吹啊，我从小打台球就没付过钱。啊，行行行，别吹了，我一会儿看你怎么蹭。哎，兄弟，你怎么最近在这里打球啊？不是，你谁呀？你忘了那天晚上跟我打球，你不是输了一晚上吗？哎，别说了，打两局试一试。就是谁输的话，包对方三小的台费，行不行？可以啊。好戏开始，力气还挺大。老板，帮我拿那个五瓶红牛过来，那个挂台子上就可以。老板，帮我拿两个薯片，那个也挂在台子上啊。哎，没进啊？没进啊。赶紧吃一块。真香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先抱点东西吃啊！啊，去吧去吧，没事，挂台子上就可以了啊。还拿这么多？三局两胜啊！我操！我操！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！你啊，行行行，没事。Round two。哎呀！就这？我靠，高手啊！这是什么杆法？老哥的实力了吗？你行吗？没见过吧？这叫圆月杆法。停停停！哎呀，兄弟，有点东西啊！哇，这种球都能清台！你好，今天是你的消费，请问有没有要浪费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帕市长。